喂，hello，咁我依家就嚟瞓啦，瞓之前同你睇呢本书。喺你里面嘅狮子，我觉得哇，本书个名好唔吸引，唔 吸引即系唔有趣啊，即系唔系咯。但系我觉得。呢个画面好靓，所以我就想同你睇呢本书。好啦，嚟啦。从前有只狮子，狮子住喺啲石上面啊！你睇，佢系动物。嘅明星，即系啲动物啊，都好中意佢。咁喺呢啲石最下面住咗一只老鼠。Hello，我系老鼠啊！你睇佢个样好惊啊！佢间屋好靓啊，细细间，但系。不过狮子好似冇屋啊，唔 知哦，定系呢间呢？呢间系狮子嘅屋，定系呢间？呢间？呢间系狮子嘅屋。好啦，咁呢，老鼠呢，就好唔中意自己系老鼠啊，因为呢，你睇。佢好细粒啊！啲动物即系其他动物见唔到佢，系咁踩佢，踩到佢啊！大笨象踩到佢，斑马踩到佢，踩到佢条尾啊！咁老鼠就会大嗌啊！你睇老鼠好唔开心，俾人踩到。两次啊，一次两次，但系狮子就唔同啦，狮子好型，好大只啊，其他动物都好尊敬狮子，尊敬系咩意思？尊敬即系觉得佢好。好劲啊！好点讲好啊？对佢好客气啊！要好啊，respect 系啊，尊敬。咁你睇其他动物，哇，都好尊敬狮子。哇，因为狮子可以大叫，除咗大叫。狮子咧，仲识得举重，佢可以举起一只河马，黐线，河马好重噶，唉，黐线，狮子好大只，仲识得跳舞添，哇，好型啊！好啦，我唔系好觉得狮子好型，但系。嗱，我系呢啲咯，我系啲鹿，呢啲系鹿，唔系鹿，系啦，呢啲系鹿。咁啲鹿你睇，啲鹿系啊，你做紧咩啊？你我就好似啲鹿咁样。咁可能有啲人啊，好似呢啲狮子或者大笨象，觉得哇呢只狮子好型啊！我哋第二个主角唔系第二个，我哋其中另一个主角老鼠。咁老鼠见到即系大家咁中意狮子，老鼠就好羡慕狮子。哇！如果我好似佢咁型就好啦。如果我识得大叫，
举重啊，好似狮子咁大力，又识得跳舞就好啦。咁老鼠就谂，我要学点样叫啊，点样大叫啊？咁佢就喺度练习啦。佢对住块镜练习。咁咧，佢就同其他动物讲啦。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唔系 ，sorry， 应该系话佢练习点样叫，咁佢觉得如果我识大叫，其他动物就会中意我啊，佢哋会同我玩。好啦，咁老鼠就好勤力，好努力咁学。叫啊！佢睇书啊，佢睇书见到，咁见到狮子喎，佢见到狮子，哎呀，佢睇书见到狮子系要食佢啊，但系唔紧要。佢去问狮子，佢决定去问狮子，喂，究竟可以点样大叫？即系点样叫先最劲啊？好啦，咁第二日老鼠就起行啦，老鼠就行去揾狮子啦。行，佢爬上啲石上面啊！狮子住喺啲石上面，咁佢嚟到狮子面前，佢想问佢：喂，狮子，究竟点大叫先系最型啊？咁狮子瞓紧觉，咁老鼠就好。好点讲，好静啊！咁样行过去狮子面前，咁佢又问：喂喂喂，你可唔可以教我点样叫啊？点样大叫啊？咁狮子见到老鼠，哇！惊到跳起啊！你睇狮子跳起，仲大叫啊！狮子好惊啊！哇！狮子即刻弹埋一边啊！狮子哇，唔好啊！你唔好冇埋嚟啊！唔好埋嚟啊！老鼠 say hi。喂，我想同你做朋友啊，因为我冇朋友，你可唔可以做我朋友啊？咁咧，狮子就好开心啊，因为狮子觉得唔系狮子听到，老鼠。原来想同我做朋友啊！原来老鼠唔系想食我啊，佢净系想同我做朋友啊！咁狮子就好放心啊，即系佢唔再惊啊，放心。咁老鼠就爬上狮子只耳隔篱。咁佢哋就一齐叫啊，哇哈哈哈哈哈，一齐笑又一齐叫啊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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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咁佢哋咧就做咗好朋友啦。噔噔，好就系咁啦。诶，佢喂，仲有其他书喎、哦，即系佢系一个系列啊，有其他图书，下次去借下先。好啦，咁今日就睇住咁多先啦，下次再睇啦，拜拜。